这第四你无相信咯、哦？你今仔日听见文化，哪袂灵哪唔灵？哎呀，这代志拢袂解决。甚至呢，这物件若无精进，心无固着，就你家己想看卖，你万行代志绝对袂圆满。因为这个精进、精进布施、精进持戒、精进忍辱，这拢有相关，甲上求佛道。这个在自修的方面啊，叫做啥学不厌啊。但是在度他的方面叫做他不搞不管嘛，是不是儒教有这种句话嘛？但是今仔日咱如果都无精进心，所以我家己提醒，咱人平平二十四点钟嘛，吼、哦，你若要甲拖也是过啦，啊，你若要甲好来恶也是过，应该大家了解啊，看你安怎作用尔嘛。但是你今日这四项若是无哦，就是你的修行无固着。啊，这四项若是有咧，就是等于这个戒有固着，那么这个定会出来，这个定性一定会出来。安怎定？因为这个定，这四项你要布施，因为你简单中下，愿意下，但是适可而止啦。安怎适可而止？就是讲量力尽心。所以出家人是连性命、性命在拢下。所以今仔日家己提醒，你今仔收入偌济？真济唔是你的福，为什么呢？你若未向修海物件，会产生你对了，因为你有钱通去做业，你若无钱未做业，有钱你会做业，安尼钱济好啊无好？我请问诸位，无好呢？世间财主济时，若未向处理的人是愈无好呢？今仔日生意愈做愈赚愈济啦，你该想我一世人为了海钱到尾一生是乌拗紧。好不不好，所以呢，忽然间一个败落吼，我跟你讲，不是一定败。你若会向的人会转机嘛？那么这个败落就变讲，讲到败落，大家拢会惊嘛哈。我生意做到败，我得去修什么行？我该修到变败去安尼哈。只是给红倒红安怎样？你会变万看图出来。但是这个就是你个人的这个因果，凡事是福德，要对你的慈悲嘛，不得卡个。因为这个马明菩萨有讲安尼。讲如果你的真心有修行，啊，今生搁在未向，那么佛陀看你安尼回向，就甲你用好摆落，无摆落你会对落啦，所以无互你摆未使真，互你摆搁在想着修行安尼，哦，你敢知？我讲你应该听有，这是慈悲。但是当你今仔日有顺顺的中间，看你要安怎做，你家己爱做会出来。你若做未出来，真正到时间到。那个顺境就变个境，让你开始转力嘛，去转机啊！我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法义真正确，哈、哦，非常正确哦。所以你今仔日一定爱安尼做好，你卡袂因为健谈，搁再来对了，一定爱持戒，哈、哦，搁再来你一定爱修忍辱行，因为这四项你若有修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三种相，你未来世人的人间。那以正报来讲，真好看。因为你无贫穷相，你有福报相，搁再来你有戒相，你有忍辱的殊胜相，你有精进的迄种德，你家己想有这四种的相，看你偌好看。安尼你就知讲，安尼修就出来了。哈、哦，但是既然这四项修哦，那么你的禅定一定出来，迄定一定出来。什么叫做定？在八正道里面有一个叫做正念，跟正定嘛，哦、到尾还佫反复转啊，就是这个智慧的正见啦。这正见是伫头啊啦吼，头啊就是讲，你要八正道进前，一定要有正见。来，我即马甲人讲哦，这个正念甲正定，这个行，这个较真正德行的行哦。这真正有德行的行，就是有正念甲有正定。这个众生未稳定，就是咱人的第八识内底有各种无同的精气，哦，所以佛陀甲咱教这个三无老法的戒定慧，啊，甲依六波罗蜜的中间呢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啊，甲智慧安尼，
但是八正道内底人有一个叫做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义、正业、正明，这拢改哈。现在我讲吼，正见了有一个叫做正思维。这个正思维吼，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内底人吼，有一个叫做素正勤。素正勤就比如讲，咱今仔含环境接触到中间，咱有阵心结起恶念，咱较紧压制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是迄个恶念无起，唔通好起起来；若是佮起善念，较紧好起起来。善念若无起，又闻法了后，较紧好也生出善念出来。这就是含思维有相关。那么来呢，这个吼、哦、正思维，来有一个叫做正义。哦，啊，正业、正明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，啊，加一个正勤，就是正精神哈、哦，正勤哈，正勤啊，就是正精神，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地安尼，安尼知影吼？八正道、六波罗蜜，啊，甲这个三无漏合，伊这内容就是伫无共的道场，啊，无共的法义，无共的众生，啊，甲讲出无共的这个个名相，但是内容内底呢是类似，啊，是类似啊，啊，就注意哈。那么这个。加一啦吼，加这三条、这四条就是定义，是这三条就是戒。那么这条就是精进，这个正明就是有正确的职业。安怎样吼？因为职业若无正确，关大家做业嘛。安了解吼？这叫做正明，啥那个叫做正明？因为向外的事业，较会用这个生命呢，也叫做正明。哦，叫做事业，正确的事业。那么这个正业，就是正确的行为哈。那么这个正义，就是讲话爱正确，唔当乌白讲，笑笑讲，对话讲唔对话讲，歹话讲到鬼牛车，好话连一句都袂晓讲安尼。好不好？恁家己想会安尼袂？有一种人吼，既讲话无一句好话，既开嘴无一句好话，对不对？恁边啊，唔到迄种厝边隔壁迄款人。既讲出来就是要伤人，吼、哦！那么这个要注意哦，因为害家己的哦。来，我这么跟咱讲哈，搁再来哈。今仔日咱重要就是这个念心珠哈，因为咱去讲的迄个心未定掉吼，就是无正定。但是照讲，那有正念就是正定啊，有正念就是正定哦。现在怎样又开始说正念就是正定，这个念叫做念心珠，你今天在想念，在生活中每一段每一段的生活你都不黑白起心动念，这个叫做正念，叫做念心珠。所以我现在跟我们说，你若是真的有这种水准，你绝对二个以上，二个我可以说四个罗汉的二个哈，你在主修里面绝对二个三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未黑白想念，每一段落你拢非常迄、那个想念拢健康，甚至拢稳定你个人的心思。我即马讲一个较简单，塞车就是塞车，食饭就是食饭，困就是困，倒了就困。所以有一个禅师讲安尼啦，讲啊，你最近敢无去修行？伊讲有啊，我逐天嘛去修行。啊，你安怎修？伊讲我照常打水、泡茶、食饭、放屎放尿安尼，吼、哦、啊困就困安尼，讲安尼较对。啊凡夫嘛是安尼，伊讲凡夫无共咯。凡夫伫每一段生活拢有无量的梦想。我讲听有无？
但是这位禅师呢，哈，这位禅师哦，人伊讲我嘛是冤在担水，冤在泼茶，冤在吃饭，冤在放屎尿，冤在照安尼困，所以我含烦恼无共。所以这个叫做念心主，因为伊稳固，并无各种的这个妄念出来，安尼是不是叫做定心？安尼就是定心，所以有正念就是有正定啊。那是这种的水准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今生那是真正落实这个，你绝对超过这个个二个以上，师道含果绝对超过。啊，来，那么要安怎完成这个？我讲用讲出几种的，用爱个再综合起来。第一，请注意一定爱多闻。第一咯，这个过程，你要落实这内容吼，你一定爱多闻。你若无多闻，你绝对唔知讲到底是安怎修法正果。什么叫做三不老学呢？什么叫做六波罗蜜？什么叫做八正道？啊、哦，来，你有你多闻了，你即马爱注意嘛，袂使无世界啊。这四项爱较紧完满，是嘞。你今仔日唔能够拖沙，拖沙对你本身绝对不利。我跟你讲真，因为咱人的生命真短促啊。你拖一档，拖两档，拖三档过海啊！你当时要让人给你送终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当时这双鞋啊，放在门身卡，明仔载无通穿，你敢知呀？不知道吧？所以绝对未拖钱，真正未拖钱，因为生命真短啊！王阿伯大是死人，不是老人啊！啊、哦！这是实在的事哦，所以你较紧这个，较紧完办，哦，所以来呢就是持戒哦，因为你若无持戒，你甲做行业啊，你家己看要安怎样，看别家要变做什么物件出来，哦，第三，你一定要落实忏悔，因为你若无忏悔，你爱业识未净化，这不是叫讲算的哈。我现在总合这四点出来，那么你若是这样，这个叫做就是修啦，这个就是你真正去修，你今天来去听经闻法哦，就是去修，所以这个叫做修哈，因为这个就包含这个嘛。那么你当你到这个水准出来，那么你就安住会掉啊，你的心就安住会掉。这个安住就是包括咱头先去讲的这个正念、正定，哦，那么这个就是我头先去讲迄个念心珠。你这个表另外甲做起来了哈，这个表另外甲做出来，甲定心珠。注意，这种的水准哦。这叫做行啊，什么行？就德行的行啊。真真正正，你今仔日若是有安住你的心哦，我问大家一个生活动态哈、哦。我讲有安住无安住啦。伫路边加塞车的人，骑奥多拜的人，有时红灯也抢，对不对？有时阵呢，人头前你骑奥多拜。啊！现在你塞车伫别人后边，让别人计当刹车灯啊！你特讲弄咧，迄有安心无？迄有安住无？我请问诸位，有时呢，重要要弄掉，你甲救一个安尼好加载，无弄掉，啊是安怎开好加载？哦，来，我阁问恁在家庭主妇，恁自从结婚了，刚换家庭，天天都去煮饭，我想要讲恁有。恁有念心煮有无？安尼吼，恁逐日都去煮饭啊？有诶是袂晓煮啦吼，我哪知有诶袂晓煮。啊，你会逐工都去煮饭哦？但是我请问诸位，即嘛用电话去煮啦吼？你每一顿诶饭会煮了真健康诶未？迄、那个也袂伤烂，也袂伤黏，对不对？恁家己讲。恁煮饭煮二十年、三十年啊，
啊，较会今仔只啊个煮袂好势。啊，有诶，我问安尼，有诶讲啊，都有先新米，有先旧米啊。敢是安尼？新米甲旧米有哪会无共嘛吼？啊？哦，啊恁即马有理由啊，啊真正无共啊，都对。哦，因为一几箍仔米，几毫仔水，即着固定啊嘛。因为即马机械甲你设定甲真好势啊咧。但是即马恁来讲，啊着一包米着新米，啊一包米旧米嘛吼，煞变成新米甲旧米两边计换中间无共。但是我请问诸位，一包新米你买倒来，一包准十公斤。你讲煮会好食未？我请问煮，为什么煮会好食？恁家己想，为什么煮未好食？迄都无健康呢。和你上充其量两顿无好食啊，两顿哦，第三顿一定爱完饭。第一顿因为一包新的米，你原在照几块米、几块水来煮，因为较早拢无物件通好料嘛，拢差不多大概用手试嘛吼。啊，这煮起来有像这个香火嘞。这边较暖，火较炎的就较暖，火无够的就较黏嘛。啊，这个有理由啦，这个、理由会当讲十足啦。啊，若无人有时阵会变啦，听好吼，会变嘛。所以结棍的时候就必须我拉牢，好些我变位的嘛。啊，即马应该电话去煮吼。那第一顿迄个量同齐好势，了后恁迄顿结食，家庭主妇结食都要注意啊。迄、那个叫做念心煮。一顿米，今仔日买一包米回来，安尼照分量来量，哎，煮开伤了。那么你第二顿哦，就爱搁再加水啊嘛，是不是？你若有注意到啊，迄、那个叫做念心煮哦。你每一个生活动态都讲，啊，都煮饭洗衫嘛是个修行。那就讲打水泡茶、食饭、困拢个修行，这个就是生活离不开修行，修行离不开生活。因为这个境界真高，念孙子那是稳固的条啊。今仔日我讲家庭主妇去煮饭，一顿饭，你即马在一包米，今仔日煮新米，那么一顿饭呢？我即马在食中间，哎，你得爱家己注意啊。今仔日一顿饭较黏，因为一包米是新米顿，安尼你就知讲一包米是新米还是旧米安尼啊？那么你第二顿应该一样调整啊。那搁在戆戆，搁无要调整，听有无？搁在戆戆无调整，你人就是梦想啊嘛，无去注意讲生活动态，诶，每一段是应该安怎样嘛？那么你第二次调整，哎呦，搁无啥顺，唔搁较好食。你第三顿应该就真健康啊。注意，这个叫做念心煮啊。有的人煮三十年、四十年，这个咸汫搁落袂好势，恁有计有念心煮无？我请问恁。那么伤咸嘞，那么伤正嘞，那么安怎样一个？注意，平平一种菜，人煮起真好食，咱较煮都煮袂好食，就是无用心嘛。就是对这个生活动态内底，人讲煮饭洗衫无用心嘛，迄、那个就是念心煮无。因为我阁讲一遍啊，生活和修行并无脱节，你若是会当稳固，注意，这个就圆满啦。我跟你讲，你的家庭非常圆满。你家己洗衫去洗衫，家己煮饭去煮饭，家己买菜来去买菜。今仔日一个佛弟子，那是安尼稳固了真好势。每一日的思想念如来得令呢，你未来乌白想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若无二个，绝对有三个水准。这个工课该做，你较紧做；无该做，唔通做，较紧压制。所以你会阁做业未？未啊！该做应该做，你甲彻底甲做落。注意，你的功德就增长了嘛。这必然的啊。所以你有念心珠，就是在迄个是非的中间，你有那分辨的好嘛。分辨好就讲，什么对，什么唔对，会使未使，讲话会使乌白讲，未使乌白讲。安尼你是不是有念心珠？迄、那个真正正定哦。但是这个要会当完成，你一定要多闻。比如说我今天讲这内容，您今天若没来，你听不到，这真实际啊，但是真好做啊，哦，真好做，这真的真好做。你日日多闻，
你较紧去治改，改你改就安怎修，你较紧修。你唔通等下个哪未哪唔，那么其他那是含在无相关的，你唔免去注重。我跟你讲，真正唔免注重。虽然这个法门内底有真侪浅法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无一定咱今仔日需要，听好无？无一定需要哦。有念佛啦，有持咒啦，有哪有无唔对？这个叫做造型，这个无一定需要。我跟你讲，真正。重要就是讲，你这个德行要哪建立？所以这个德文、持戒、甲忏悔，这个真要紧。你这三条就是固着，那么你内息净化，净化了后呢，你家己想，那不是都安住啊？啊、哦，绝对安住。那么这安住就是正念嘛，啊、哦，啊加这个正定啊。后来，不再注意哈，六波罗蜜多啦。因为咱今仔日佛陀是一味鼓励众生，啊，甲说法者一定爱鼓励众生，将来发菩提心、修菩萨行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但是你总有一天，你爱变现出来，变现啥呢？变现今仔日会当修菩提道。哦，你何里做一个大家基础，你嘛将来一定爱说法啦。当然是上好出家嘛，哈、哦。但出家人说法嘛真多啊。好似出家人说法有各种的这个条件未符合的嘛真多，我跟你讲什么未符合？第一，有的法言无顺，伊要说法无人听，对不对？这什么原因？是安怎开无人要听？伊就是无结种缘嘛，这就是因为伊无布施，所以这个种缘无固着。爱注意哦。第二，说法者，伊有迄个困难，要说法，唔敢正确啊，但是伊无困难。有说法者教病听嘛？是甚么原因教病听？安尼看好无？无乞丐啊，过去的丐无固执啊，反正佮今生的丐嘛无固执嘛，不一定啊。当然，伊着教病听，丹田无力，有诶无一大堆咧。讲两日啦，伊就破病过来日，啊，就先打点滴，啊，即马打点滴讲了，伊就去打点滴，所以是为什么说法者得病苦？咱听吼，迄就是无戒固执。来哦，忍辱行无固执，变什么货？无心不是恶障嘛？安怎恶障呢？看到人别人办法落遐济人，爱办法落遐少人就受气啊！啊，就规定法落拢给工人啊！诸位，迄是甚物行？迄个忍辱行无固执啊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爱意的话袂出来嘛？来，有诶佛法，唔知给讲佛法，还是讲甚物法，唔知影啦哈？听好无？心道啊，讲啊，想到开安呢，迄就是无精进啦，无相求佛道啦。安、尼了解吼？完了，我头摆讲的这四种是外缘咯、哈，外缘。真正外缘，外缘伊无固着，就变安尼嘛，伊无布施，所以伊无因将来回合，因为伊无结扎就好缘嘛，听好无？这全部人从我来啊！所以你今爱开始下功夫，我跟你讲真正，因为将来必定爱说法的，发菩提心了，一定爱说法。但是你唔通绕几步，有啦有个说法，但是呢，无人要跟你听。你家己想看嘛，那是道生啦吼，因法义真好啊。但是为什么因师地说法有真将千千万万，伊敢那天天啊无人？因法问伊师父讲是甚么原因？因为伊修孤达道，孤达无要结缘，所以因师父较解讲一定爱去结缘，叫一定爱一直布施，布施伊去吐破当来钱个布施，去买迄个人掠开迄个鱼啊，叫做放生，啊摕物件去互即个一世结结发的中间，互迄个囡仔结缘，到尾伊就真将出来。我今日一定爱真心哦，我无骗人哦。佛陀在六波罗蜜
讲布施，伫四粒珠内底也讲布施。哦，当然是布施是这个法施是最好啦，哈、哦。啊，不过你无对布施的财施做起哦，你无印象，你发袂惊吗？所以你一定要布施。我跟你讲真正，三宝印象有深。第二，你一定要修改，你摆一个靠健康的身体。那无业障现前咧，有诶，点么法师嘛有人看病呢？有诶嘛是安尼五十几岁啊，尔正像七十几岁呢。有诶法师即个面红乌乌乌嘛，三比八嘛有。这就是过去吼，伫即个戒律内底无戒固障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就是外缘无固障，所以即个定无出来啊。吼、哦，伊当伊个说来中间就各种问题拢生。那么即个外缘咧中间搁一个内在诶问题，就正报。所以会记得布施自然有布施相，这必然的哦。伊若无布施呢，伊那关在贫穷上，就是伊起来结束了咧中间迄个外相，那贫穷上，甚至众生，伊搁在未来复合的这个发挥，甚至伊福报搁真薄弱。真薄弱是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伊的一种理想，想要安怎样做，可是无法当办办，就是因为伊无布施。哦，外相也无好看，啊，搁再无布施，安尼自自然然，伊万行代志搁无好。第二，因为伊无持戒，所以无戒德，无戒相，无戒相，这两项哪拢无哦，搁无忍辱相。那么你甲看，这种的相都无好看，无好看就歹吸引众生。安听吼，因为今仔日一个说法者有外相的庄严，因为众生是比较较吉祥。那是有外相庄严，那么自然这个回合的真相会愈增。那是外相无庄严哦，有那会较败一点点嘛，因咱真相袂活来。哈、哦，搁再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今仔个说法，你的用心是讲我将来看会当较早达到什么？有时阵种子未求新鲜树，这句话捌听过吧？啊、哦，应树应雄雷满金。对不对？敢是安尼通哦？就是讲今生的发心，我要绝对要完成到啥嗨啊！因为各种的条件未符合，身体阁无健康一个，你的代志还未完成嗨啊，已经往生去啊！什么原因？对解问题啊！安尼听有吧？所以一个说法者佛陀跟咱讲，达到这个正定兼智慧故障哦，头前这四项较紧落实。第一，你的本性。变现出来庄严相。第二，你的外缘真固执。那么摆起来，要行这个三大阿僧祇的这个主流，就是由这四点来。咱知影吼？所以今日虽然有发心，但是你都未向落实啊。那么你第二层要搁变现出来，唔知影嘛？因为总是业力，那比愿力搁较强啊。你无多，你爱随业力去啊。你就是有迄个心愿，唔过你的业力比愿力较强咧，一定阁累啊嘛。安尼你要安怎样做？歹做，这是实在代志。所以今仔日综合起来呢，这四项有那是叫做诸牛为哈，也就是讲这四项诸牛。你这四项诸牛啦，无骨折就是差不多我给讲安尼，身躯也未健康，外缘也无好，安尼你要修菩萨道真歹修。最实在啊，因为众缘未活来啊，啊你搁得病苦啊，对不对呢？啊，搁在迄个贫穷报关在，虽然有出家，不过贫穷报关在底嘞啊。贫穷报底嘞当然是歹进步嘛。但是贫穷报无去呢，你有发一个心，讲我要做什么？我跟你讲，真济都化缘都出来啊。你真好说啊，听好。啊，那是化缘未出来呢，我跟你讲，有时阵一间公务。你要花迄个百几万的，都真歹花。你听有无？因为是安怎解安尼？因为过去都无正缘啊，无正这个因啊，当然一间公务都带袂掉。哈、哦，那今仔日呢？咱必定将爱心菩萨道，但是这四点的诸念位，他跟落实。我无骗你，恁看现象界在法师，还是在三宝地主，安尼你就知影。法师有诶，都这项无固执，那项无固执呢？身体无健康的发言未出来一个，啊，搁在心气懊恼一个，安尼，真歹做嘛，哈、哦。所以在自修方面，我搁甲咱讲啊，这个道文持戒忏悔，这个叫做修，
一定在自修方面较紧做这个代志，啊！但是这个道文是文会嘛，爱思维哦，真正爱思维，所以迄个录音带摕转去听听，你搁在想，看我用讲这个法安怎样，吼、哦！你落实在心内面，好、哦、来，实在是实在忏悔，那么这个就是业识净化，忏悔就业识旧业的净化，新业无搁在做。你就袂学袂起心动念嘛，这个就是安住啊嘛。所以我不是甲咱讲过呢，这个自修的中间要解脱，一定要精进内底的业识，互伊清净嘛。所以唯有持戒忏悔，那么慢慢，这个精进业识高位去了，你正念就出来了。你就袂学袂起心动念，这个叫做正定。但是每一种的念路拢非常正确，安尼老师唔好。所以我敢肯定啦，你若是有这种的水准，绝对二，这个叫二哥以上。因为咱世间要有这种人哦，真少。哦，所以咱只个白课嘛，就一味强调主要注意听。第二，一定要持戒。那无戒固着，我嘛无要修讲，你来修我戒啊？为什么要甲咱对仗甲责任？就是要还咱实际。你甲想讲政治底有人喷到我嘛真歹呢？对不对？还讲未听嘛？我唔讲，那是佛弟子，你得来，嘛是皮皮，无人要来啊！恁这唔知道皮的有无？敢无？迄无正常呢？今日三宝发了这个发挥吼，恁绝对袂使乱散乱散，乱散乱散，你家己唔对。今日我若继续和恁乱散嘞，我发了免办，因为恁无改正，我走出来，讲经嘛袂固执啊。啊！你甲想讲，这种问题都未当解决，你要阁修什么行啦？我都看无啊啦，对不对呢？啊，几点真久？要阁也遐济，就是家己迄个精进心无嘛，真艰苦。安、啊、要修什么行？那甲这个问题未当配合，未当做，那么要叫你做这代志，哪有可能啊？无可能啊！其实呐，乱算乱算，我也当恁乱算乱算也，我也唔对啦，因为。安尼也当得到几分的功德，咱该想看卖。那今日若是无求了呢？迄场诶，一日一日啊，哎呀，恁做得得当啊！哎呀，师父，我开回向未行，就是因为恁无自信心嘛。但是无自信心，我嘛有责任嘛，所以一定爱甲恁调。今日无彻底严了，即、這个戒定未具足以上，那么什么都免讲。因为咱的目标在自修方面爱达到种水准的嘛。哦。所以综合这几点嘛，因为重要是咱人迄个心吼，真歹调就对啦。大部世界的心真歹调，啊，有个有的是个安尼佛法，伊无要追求什么会当互我解脱的法，他天天来要追求迄、那个有要紧甲无要紧，拢总无要，拢总好诶，迄种天天来要追求迄，我就感觉真奇怪。听经有的是听几啊年啊，今仔日还阁未落心嘛，啊。啊！你自己会要创啥？因为重点是这个净化咱人的业识啊，这个唔可以当自我解脱的。啊！你若净化业识了后，你禅定、幽定是禅嘛？禅就是开始思维啊，思维就是迄个有正思维啊。那安尼来到这呢，诸位你该想看，智慧煞未生，智慧绝对生嘛。智慧生你自度啊，圆满达到四个真圆满。佮第二呢，你要度众生，我你讲迄佛法。拢总有你的自性伫流露嘛，你哪去唔对？因为佛陀是如来中内底这个空性，迄、那个业识净化了，这个空性流露到迄个真理的。今佛陀甲咱讲安尼，咱有一讲智慧真正流露，咱要度众生真好度啊，那也袂当度，真好度，真正真好度，绝对袂使讲众生难度，无众生难度，无你安怎来啊？我请问诸位。所以佛陀跟咱讲，说好正啦，讲众生难度吼，伊爱对了。讲众生因缘上还未顺呢，那无应该那是因缘有顺吼。啊，佮说好正会发于健康，我哩讲应该真好多。咱佛陀度无量啊，咱奈无法度啊，一定会当度，绝对好度。但是因缘无具足。有时阵是因缘还袂固着啦哈，啊你若是今仔日会当调众生，虽然伊心袂稳定，不过你顺如来正教来一行啊一行甲分析，安怎样救，
安怎样修，那么你的德行绝对出来嘛。嗯，当然我今仔甲咱讲，你要修唔修呢？哦，有哪看你的因缘啦。但是法义无健康，你修啊修的当然是一个败笔，唔对。但是法义健康，你若是要修，我甲你讲，大家拢真好度，连自度嘛好度，要去度众生嘛真好度，哪会歹度？哦，人佛陀都度咱遮济啊，那是安怎咱开讲歹度？哦，即个爱要注意。所以内底甲咱讲呢，头前这四种的波罗蜜，哦，必定会当促成正常禅定嘛。哦，那么呢，以后发这生智慧，哦，发这生，那么智慧生就会当引导头前的五道。头前的这个五道，头啊，计修是差不多拢三拢有漏，因为还未智慧故障，拢是有漏，但是一定要坚持落去做。我跟你讲真正，你若无坚持落去做吼，到时间到拢无物件弄出来。当你智慧生，较有智慧来引导头前五道，这五道就成不漏啊，安怎样吼？来哈，所以自然会当成就这个大乘不共法，而这个大菩提道啦。这个就是正无上正定正觉的意思哈。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佛道，所以修行其他的道品内底有八正道的正定，要坦白甲咱讲安尼。那么完成正定的进程，一定要有先有正见。那么这个正见是由道文来哈，正见哦。头啊，一定伫佛法内底安怎样修，一定爱道文，道文较有正见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无道文咧，就无正见。可是若是闻到邪思而坚持咧，安尼有那叫做邪见哈，爱作注意哦。即有那看个人的因缘哈，看个人的因缘啊。那么来呢，有正见自然有正确的思念思维，在生活上，哦，咱曾有讲过，迄、那个四正见的中间。到底善心去起，就可以继续起，通去完成；恶心来去起，较紧压止；恶心无起呢，就唔通去起起来。哦，迄个在思维中爱注意，搁在平常时一定爱注意讲话健康，爱注意哦，控制好势啦。我无甲我甲你讲真正，若是假使讲感觉过去家己都比较去讲话较袂晓讲吼，有阵讲出来拢会伤着人，你着较掂安就好啊，较掂学较掂的安就袂讲唔对话。安听吼，啊有个大字个爱剃，哦，啊愈剃愈唔对，啊愈红笑嘛，会变安尼，安尼就无好。即马来呢，个人的积极行动一定爱正确，即、這个叫做正业，事业爱正确，吼、哦，较袂搁在因的事业中，搁在做新业。安听吼，所以迄个叫做正灵。那么来呢，佛法中一定爱落实正勤，正勤就是包括道文啊哈，道文甲实修。啊、哦，那么再来爱有正念，就是每一段路生活的每一段路吼，你一定爱注意我到底正确做对啊无对，哦，这点注意。那么才会当完成这个正定，安尼哈，才会当完成正定。说那无的话啦，咱会妄修定学，即马足侪人就是去教禅师嘛，安听啊，都有的就报名要去修，啊，到底是安尼对啊唔对？哦，伊都唔捌。对讲教的人也无了解到底这个人的水准是啥物货，因为头前这六种拢无学着啊，七种拢无了解，所以伊要学正定，啊，就要讲来禅师，啊，就教伊安怎坐，安怎相盘，安怎单盘，哦，啊，身躯安怎坐好正，安怎呼吸，注意，无水准通个出来啦，安听吼，所以这个妄修定学必定会对了偏差，那无下定就痴定就魔定嘛。所以修定总是爱先明白定的一种法义啦，到底安怎样才来落实？像他们在跟咱分析安尼三不六合配合六波罗蜜，啊个八正道安尼来配合，应该大家会了解较定。哦，对对而起，啊安怎样圆满？啊圆满，我即马跟咱讲啊，迄、那个圆满的水准是先做安怎？哦，就是生活上的每一段落来底，你拢会真有正念。安尼就对啊啦，迄、那个就是你已经有水准、已经见过的人啊，你真正见过哦，哦，安怎样吼？所以修定过程应该先具备什么条件，啊，先有什么款的修为，
哦，这之前冇甲咱讲过啊。承受到这个个戒啦、忏悔啦，吼、哦，这拢有甲咱讲过啊。那无的话呢，容易出差错哈，容易出差错。先哪出差错？因为足侪人因为唔捌，啊去供恁济，啊到迄个鬼灵投入，哦，啊有的唔捌，坐伫迄个道场，这是未出大事，等下搁再继续坐，那么业障伊搁投入，这个叫做出差错。安听吼，哦，这个也唔对。啊，有的是修道家的，迄、那个气准停伫迄个脑里，停伫这个中心点。啊，准不是他个听，本来有人甲我问讲这边怎处理，伊已经修定修了一点气伫遮，啊，已经他个听三当啊，拢无困在变怎样？我甲伊讲，你来先皈依了，我甲甲你教，后礼拜来皈依，我变怎样教，我甲甲你教，我准无出来。听到皈依那种艰苦，唔敢来，因为伊本来修外道嘛，吼、哦，而且嘛来听到皈依时唔敢，准无来，啊无来就继续听嘛吼，无法度。啊，有的是因为去供恁电单机啊、学堂机啊，甲教，叫迄个供恁的主人甲教，啊，就底下就开始给打造，系啊，到尾迄个供电单内底真侪业灵，吼、哦，灵界的这个物件就该投入。真济安尼，啊，到时毋是一个尔，有骨来个安尼一群甲赶入去安尼，规群个甲赶入去，即个叫做出差错啦哈。安怎吼？所以袂使乌白收一路哈。安怎吼？若无个话呢，吼、哦，会出差错，或者是做啥呢？有个人是因为毋捌啦，啊，做一个样尔啦。哦，人我嘛去收定，啊，着点啊济嘛，啊，着点甲规内底香烟熏蓬蓬安尼，有吼有安尼嘛，有吼。未来这点个拢香安尼，熏个那是乌烟瘴气安尼，哈、哦，来无？唔是安尼啦，佛法的定唔是安尼来啦哈，安尼怎样吼？啊，着做人我嘛计坐呢，啊坐个坐他家一空安尼，哦，计坐啥也唔知影。所以人迄个经典内底讲，咱要打禅期，一定爱对佛法有真精通，啊，这个戒定先具足啊，晓无？安尼才来打禅期呢。啊，无袂使乌白尴尬呢，听无？所以我唔敢一味强调，要来打禅师人，啊，要甲伊教禅师，一定爱对这个要学的人有一个身家调查，就看伊个做甚物业务，听无？啊，因祖公爱做甚物事业？你敢知影？迄拢爱知影？因祖公哪个做杀业务？啊，个做迄个不良的这种营业啊？我咧讲，这个坐落就对啊，绝对对。就真紧出差错啊！啊，这个人过去呢，杀业真重哦。你要甲叫伊打禅师，伊无经过改变事业，啊无参悟，伊若坐落，我甲你讲，几遍啊就出差错。因为边啊有真个业力吼，计找无空通好入去。啊，你敢互你定落就好入去啊？真好入去，哦，所以内底有的是做样的啦，哈、啊，安听吼、哦，有的是计坐做样的。啊，境界无境界，伊家己知影；啊，有诶毋知影。安怎毋知？因为伊无用即个佛法内底来甲对照，所以毋对，伊毋知影。啊、哦，所以啊，搁有哦，即、這个定内底人呢，吼、哦，伫三十七道品有一个七觉支，有一个叫做定觉支啦，吼、哦。即、這个恁看头前遐拢讲着，五根内底有一个叫做定根。那么即个五力中有一个叫做定力，安尼。哦，恁看头前迄三十七道品就知影咧，所以佛法有真济定的义啦。若是要修定，真真正正达到正定，这个是有水准咯。不过还未修的进程，到底你爱安怎样精进？你先落实一下，就是今仔甲咱讲的八正道的头前先出来，六波罗蜜多的头前四道先做出来，哦。啊，甲这个三不老学的这个戒先注意出来，先修好出来，安尼，哦，这就讲这个定义有真济，一定爱精通，但是爱先落实咯，哦，较会当修戒修啥，较会当修行定力。这个定力就是咱去讲迄个念力，啊，甲这个定力，因为有念力，就是实在的定力啊。这个定力的古教啊，哦，那无的话啦，哈、哦，妄修，你家己本身摸索也唔对，这是真正唔对哈，家己摸索也不对哦，甚至连你家己摸索一点点，啊，你都要引导人去修，
所以到尾你爱负责啊！你真正伊唔对，产生各种的问题出来，你爱负责啊！所以呢，那安尼啦吼，妄修甲妄因的人修行，只是误己误人之意尔，误家己个误众生。所以千万唔通乌白打坐啦！我甲你讲真正啦，你若无出代志，也是无境界啦，卖去甲骗啦！吼、哦，外好卖去甲骗啦！我跟你讲真正、哦、所以法义若是正确精进用功，安尼就会当调伏咱的心嘛。咱迄个亲像搞迄个心，伊就稳定一条。所以我捌甲咱讲一个禅宗内底迄个公案吼，迄、哦那个赵杰，伊伫灶脚个煮饭，人煮饭嘛是个修行呢。所以因师傅对边啊过家问讲，啊你个创啥？伊讲我个饲牛啊。啊！伊都伫灶脚去煮饭，开去饲牛。注意，迄话中有话呢。用你是安怎饲？用我这只牛拢会走出你食鱼啊！我得较紧砍断来。这什么道理？你想讲嘛？什么道理开讲啊？所以师傅甲讲，你真牛。伊明明伫遐煮饭哦，但是伊就是去控制迄个正念嘛。所以唔客气讲，煮饭、打水、泡茶、食饭、困。嘛拢修行，所以唔敢去讲生活不离修行，修行不离生活嘛。人伊在个煮饭，人伊嘛是个修定啊。你嘛会当安尼嘛，对不对？我嘛会当安尼，但是我拢是整个精神是灌伫这个法义内底哩，安尼我都有定啊。所以我唔敢讲，你若是坐倒啊，坐下落，迄定力有哪真紧出来？甚至呢，定力出来，智慧嘛出来啊。你若有定力，看经典就会入手嘛。你若无定力呢，是咧心定摇摇索啦，连要冰箱啦，连要放西药啦，对不对？连要吹打啦，不过你家己想看会安尼未？你家你男兄弟看恁个，囡仔看伊坐倒啊，坐一点，连要去吹打，妈妈我去吹打，连咪妈妈我去麦当劳，连妈妈我要来便所，会袂？恁家己想会啊？真侪囡仔就坐袂掉，控制袂掉，哦。所以今仔日咱若是发育有正确哦。你精进用功，那会去调伏其心嘛？不过心无调伏，真也未使哈，无调伏真也未使。所以，使乎咱的心会当安住，还要思维修哦。因为定而好禅，迄、那个禅就是思维哈。安尼来呢，才会发挥成就的这个法则啦。哦，所以迄个机关学是先智而好贯照嘛。一个接下来有讲安尼有无？哦，啊，禅定是定义好禅，安尼来呢？我跟你讲，你解脱，你当时绝对解脱，一定解脱。哦，和你长期量过一往来啊，哦，啊，那无就是你发挥了，你凡世菩萨都开始进度啊嘛，那个惊袂动。啊，那无定，我跟你讲，什么都免想啦哈，这真正的。但是先落实头前迄几个问题啦。那安尼落实了，那么来就有一个正念正定，安尼就出来对闻，哦，啊来就是爱持戒忏悔，那安尼一日做，我跟你讲，拢真紧完满。所以佛陀当初给教众生，真幸运，好教着的人，同时拢证四果罗汉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伊就敢咱安尼教嘛，三不老安尼修。啊，这个六波里边安尼修，八正道安尼修，一讲出来，啊，咱今日真也是说法者落实，文化者要正确修为。注意，咱含佛陀当初伫佛陀边啊，应该是差无介济。啊，若是唔修咧，就差天甲地啊咯。啊，伫佛陀边嘛，有人无正确唔修的呢，有人搁去诽谤佛陀的嘛有啊。啊，有诶都听要听唔修啊，安尼嘛是有。好，弥勒尊好，好。